罗营 CPD 近日接受采访，解答了关于新西游记春季露营的问题。有人问说为什么没有在自家频道 TVN 播出，他幽默的回应，其实这不是我们想做才做的，我们这种员工上面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不过网络平台是现在的趋势，所以也当做一次制作经验。此外，罗 PD 表示，原本在新西游记里主要都是在玩游戏，但这次的春季露营聚焦在成员们彼此的关系上，由于网络不像电视台有收视率压力，所以可以没有负担的做新的尝试，最后选择了露营形式来展现成员们私下相处的真实样貌。另外，有不少观众相当关心时隔两年回归的安宰贤，罗 PD 也透露，安宰贤因为很久没出门了，老实说非常紧张，还在适应中，但相信他很快就能展现原来的面貌，还请大家多多期待新风的回归吧。